没有想要谁偿还，没有人愿意孤单，所以希望每天都圆满。曾经勇敢的承担，现在不会成为负担，没有人愿意转弯，所以越走越心安。哦，携手那么难，不怕有牵绊，风雨多变幻，好在有你陪伴。哦，长夜那么寒，会好浪漫，爱得再平凡，生活再平淡，最后依然那么灿烂。哦，携手那么难，不怕有牵绊，风雨多变幻，好在有你陪伴。哦，长夜那么寒，会好浪漫，爱得再平凡，生活再平淡，最后依然那么灿烂。你这是干嘛呀？啊，喝那么多，拼命啊！你这是要他的命！你姐夫身体本来就不好。嗯，哎，要紧吗？还好，输上液了已经。哎，就躺这儿啊？现在急诊就这个条件。哎呦，有没有好一点的病房啊？现在我们病房全满了，连化疗的都没有床位了。找找龚主任。哟，龚医生现在在外地开会呢。打个电话嘛。姐，别为难人家连接了。那你给打。现在大半夜的打电话不合适。是你老婆就合适了。她不是我老婆。我打。反正这边吧，一天得1400。没事儿。哎，这龚华对咱舅舅不错啊，这个病房啊真好，就是比普通的病房强多了啊。价钱也比普通房间强啊，一天1400呢。而且还不算打针吃药，反正这边什么都贵 ，B 超普通的90，这边就得800。嗨。没花钱的不是，一分钱一分货。嗯，哎，龚华心里还是有你的啊。你看，跟咱非亲非故的，一个电话能把什么都给我们搞定了。你就在这瞎说呗，人就是给你帮个忙，那您说成什么了？人下回还能帮你吗？还敢帮你吗？再说了，这连杰这大半夜的跑前跑后图什么？哎呦，对不起对不起，哎呦，连姐连姐，哎，我有一水晶别针，是那个春生从日本给我买回来的，特好看。哎，哪天让海强带过来给你啊？哎，不用，真的不用，别客气。哎呦，没有，我这戴着真的不好看。我要是你这岁数啊，我就自己戴了。你赶紧让人回去吧，他妈来了。哟，对不起对不起，那你赶紧回去，赶紧回去。那我明天再来，好吧？好啊，再见，再见啊。哎，多好的一姑娘啊！你说，她怎么会看上建军？她整天待在医院里，能看见什么呀？你看我干嘛？我说错什么了？你这是头一次没站在建军他们那波。哎，养闺女操心呐、
我就是担心我们闺女，要今后找一建军那样的，还不得把我气死。你说找老公吧，得占一头，他要么有钱，要么对咱好。你说像建军那样的，他占哪头啊？啊？哎呀，他这样男孩啊，就是让妈伺候的太好了，给他当媳妇儿。哎。喂，您好，王教授，我是那个德品药业的客户代表。喂，你好，我是德品药业的客户代表，我。我给他们打电话了，他们说都有事来不了。他们说什么我不管，他们不是我的员工，但是你是。你的任务就是得让他们来。他们不来我有什么办法？他们不来你就走。喂，打你手机怎么不接呀？开会呢。那你现在有事没事忙着呢。我妈今儿就要走了。走就走呗，又不是外国元首，怎么还列队欢送啊？连杰，怎么了？我问过医生了，你姐夫没什么事儿了，再输半天液，今天晚上就能回家了。我姐想让他多住几天。你以为这是酒店，住着舒服呀？我可是患者家属，你这态度我可以投诉你。我就这态度，你投诉吧。好，就这态度。我姐主要是想趁这个机会让我姐夫把身体好好查一查，他平常就是老这儿疼啊那儿疼。哟，那你应该让你姐去庙里烧烧高香，让你姐夫多得点病，最好是不能下床的那种。他哪儿得罪你了吗？我就是为了你姐好呀。你想一想，你姐夫要是不生病，能老老实实躺你姐边上吗？男人不都这样吗？你见过几个男人啊？就都这样。建军又招你了？都不是小孩了，别老吵架。成吗？再高点。再高点，再高点，再高点！哎哎哎哎哎！怎么了？高了，高了，往后。哦，合适。很难伺候。哎呀！柳叶发条短信给你，说预算有点高，我看了。什么时候发？昨天晚上你睡着了，我没告诉你。你这不耽误事吗？你不告诉我？我给他回了，说见面聊。他怎么回的？一个字儿。行，你没跟他说我住院的事吧？没有。以后这种事儿还是让我处理啊。你处理能处理成什么样啊？那以前好些事儿不也是我处理的吗？哎，你干嘛把自个儿喝成这样啊？哎，没干嘛，就是岁数大了，身体不丁了呗。我这是说你呢，你今儿怎么穿成这样啊？换风格了？像女经理吗？哎呦，像，太像了。以后啊，公司的事儿你就放一放啊，身体要紧啊。有些事儿他放不下去啊。放不了的我来啊。什么叫你来？嘿，那以前我给你又当老婆又当秘书的时候，好些事儿不也是我在办吗？说的那不就是以前吗？现在你跟人柳燕又不对付。我找一个跟他对付的呀。你找谁呀？你找厉海强啊？对呀，我的。这哎，海强来了，巧劲儿，喜欢做的。哦，他说要过来，我说算了。哎呦，算了算了，别过来，别过来，过来我还得陪他说话，跟他又不熟，行，怪累的。你这是
打算去参加官贸谈判啊。你瞧，我也看出来了吧？怎么样？嗯。嗯。春丽装饰展览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令海丽。来，我瞧瞧，哎，这事儿咱不带这么胡闹的啊，绝对不成。海强，你劝你姐姐，谁劝都没用，这事儿啊就这么定了。我跟你说啊，哎，海丽，你要是在家待烦了，你爱想出去工作是不是？你爱上哪儿工作上哪儿工作，你就是别到我公司去成吗？你说什么呢？你的公司啊？那叫春丽公司，那个丽是我的名字，是咱俩的公司，你搞清楚。哎，我吃饭，先吃饭，我还吃得下去吗？我爱吃不吃，我走了。你这干嘛去啊？谈事儿。你谈什么事儿？今儿周末。你连过春节都要谈合同谈事儿，我这周末谈点事儿不是很正常吗？走了。你爸这辈子也没什么大出息，可是对我好，言听计从，老实本分，咱们得站一头。建军不是穷的问题，穷不是问题，是他不懂得怎么关心别人、体贴别人、为别人着想。还有，他眼睛里有一种你让他往东，他偏往西的劲。孩子，我跟你说，让你找老公不是要图点什么，咱们可以什么都不图，就图感情，可是感情得是实的，不能是空的。你跟建军那就叫感觉，你对他感觉好是他闲着没事逗你瞎贫，他要是能跟你瞎贫瞎逗，让你一辈子都开心，我什么都不说，我倒贴钱我都乐意。可建军不是那种孩子，他真不是，他是那种他高兴了他乐意了他可以跟你瞎贫瞎逗，他要是不高兴不乐意了，他才不管你的感受呢。我跟你说，这种事情都有遗传，建军是遗传了他爸的种，你别跟建军妈似的，到时候哭都没地儿哭去。给，签合同的时候把定金交了50,000。妈，我来的时候就知道他们家到最后肯定是这样，雷声大雨点小。我跟你爸商量了，他们家不出钱也好，省得到时候产钱说不清楚。我跟你说，签合同的时候就写你的名字，听见没有？哎呦，你说你这姐姐啊，那行，想一出是一出。你说他瞎折腾什么？他瞎折腾，哎，总经理特别助理，干嘛不给自个儿想一大点官啊？你去把医生给我叫来，我不输了，我要出院。我姐要干的事谁也拦不住，你就出院也一样。不是，他到底要干什么呀？啊，我怎么就心里想不明白呢？他怎么就不可以在家里享享清福啊，做做美容，打打麻将，过个太太的生活呢？你说的这种日子，稍微有点性格的鸟都过不了。有的鸟能关在笼子里养，有的就不成。我姐就不成。你姐为什么就不成了？你刚住了几天医院你都不成，人天天在家里关，人怎么成？哎，令海强，是不是你给你姐出的主意啊？让她跟柳燕一样当一女强人，呼风唤雨那种。哎，我可把你当亲兄弟一样跟你掏心窝子啊，你就这么害我呀？我怎么害你了？那你再说了，我姐有点事儿干，不是也省得她成天疑心你了吗？她这要我亲命呢。哎呀，喂，我现在过去，我直接打车去车站。不用了，我跟我妈自己去吧，真的。
建军电话。嗯，他跟你说什么？没说什么，他就说要打车去车站送我们，我没让他去。就说这些。对啊。我是你妈，我不会害你。他跟你说什么，就是说我不好都没关系，只要他对你好，我都乐意。把别人都当亲人，把你妈当敌人。没有。还没有呢，什么都不跟我说，我都不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。你可别像秋梅那样在北京就这么混，什么人都混，最后还混一个老头。秋梅跟那人已经断了。断了，恐怕是人家跟他断的吧。我跟你表姐都说好了啊，到时候给你多找几个相亲的对象，也不用特别的好，中产小康就行。你别熬得跟宫华似的，最后要找都是二婚的。小心点儿。喝茶。你们这儿漂亮小姑娘可真多呀。柳燕，以前有些事儿啊，别记恨我。你来我这儿就是为了说这些的？春生病了，好些事儿啊都交给我了。我以前头发上见识短的，你就别往心里去啊。春生都骂我了。什么病啊？严重吗？哎，住院了，得住一阵子呢。柳燕，我知道你忙，那个我是来谈预算的。这个你不是说觉得预算高吗？你觉得怎么才合适啊？你看一看啊。春生让你这么跟我谈的？啊？想不明白，我就真想不明白。你说他为什么非得要去上班呢？他缺乏安全感。哼，你这次是没离婚，回归家庭了，下次呢？万一有一次你没扛住呢？我还告诉你，他要这么折腾，只能离得更快。你要是跟我姐没感情呢，这事儿咱们就单说；要是有感情，往后还想一块儿过，你就得多照顾她的感受。瞧你这话说的，我还不照顾她的感受吗？啊，我没照顾吗？我要不照顾她感受，我根本就不回家。你爱哭哭爱闹闹，我想干什么干什么，反正孩子也大了，对不对？你也老了，你能遮住这么大天去啊？你是不是觉得放着年轻小姑娘往上扑，你都毅然决然的坚持不离婚，你就对得起她了？你有没有想过她心里的感受？行了，那还想？哎，就你还别说这话，你怎么样？你就仗着自个儿有一照相机，是吧？天天出去拍这拍那去，你给那帮模特拍照片的时候，那模特穿多少啊？啊，你天天在那拍着美的，你照顾没照顾柳燕的心理感受啊？哼，我说这个呢，你还，哎，嘿，你瞧瞧，这人还真不禁念叨。柳燕电话，喂，刘总啊，春生，你病了？没事吧？问你个事儿，你媳妇儿下午过来找我，你知道吗？啊，她找您去了？哎呦，您可别搭理她啊，她更年期，外加老年痴呆，她。对对对，我知道，那预算我很快调整一下再给您看，啊。哎呦，谢谢您关心，没什么。就是跟海强喝酒喝大了。海强啊，他没事儿，他好着呢。哎，他就在我这儿呢，啊，您跟他说啊。你回来了？刚回来，就被你姐堵了个正着。你姐哪根筋搭错了吧？你说你这姐姐啊，净在这瞎添乱，瞎添乱，这是。他以为他谁呀？这幸亏是柳燕呢。这要是别人，人连个电话都不打，这当生意直接没了。
有这么直眉瞪眼问人家预算的吗？你说，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这是？我这刚出去一下午，你就这样了？你以前一天一天的把我扔在家里，我也没说什么呀。哎，海丽，你不是干这行的，你能不能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？你别给我添乱，行吗？他怎么了？他发什么神经呢？姐夫，有话咱们好好说。我姐呢，她也是想给你分忧。她这是分忧吗？她分明是添乱。他越分越忧。喂，妈。哦，我还在公司呢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你怎么哭了？那柳燕这人也太阴险了，他对我叫那个热情，还说啊，他回去好好想想，他怎么这样啊？最讨厌这样的人了，虚情假意的，说真话会死啊！你看，你连人家对你是真好假好，是客气还是别的，你都分不清楚，你还跟人家谈？哎，你谈什么呀？谈呢？啊？那我就不明白了，他要是不想跟我谈，他就直说。哎呦，他对我那叫一个热，哎呦，还特那什么，特把你当回事儿是吧？对呀、啊，人家那叫特职业，知道吗？狗屁职业，你还笑得出来你？你就是个劳动人民，上上菜市场，跟小商小贩谈谈价格还成，你谈什么预算呀你？你知道预算是什么吗？此处有掌声啊！中田房车的资料给我。想什么呢？哦，给。下班了，早点回去吧。嗯。我妈说，要是三天之内还不上的话，人家就要废了我爸。啊？那你赶快让你爸爸来北京躲一躲吧。真是，买房子怎么办呀？算了，反正签约的时候才需要交钱呢，我再晚两天呗。那你另外那五万怎么办呀？要不然你找柳燕借吧。不好，你能不能帮我问问厉海强？哎呦，他哪有钱呀？哎，不过他姐夫好像特有钱。存折的密码是多少？人家医院里都有饭，别不懂事儿。什么叫不懂事儿啊？本来就是，那 VIP 病房里都有饭，而且都是营养师给搭配的。那不一样。你打个车去啊，听妈的话，先去看看连杰。我跟你说，人家妈走，你也没去送，这都不对，你知道吗？去看看连杰，那买房的事儿呢，再商量商量，是吧？完了，你就顺道上趟病房，把饭给他们送过去，啊！我完了吗？你给我说两句客气话，这有什么难的呀？我完了吗？人家屋檐下。那我也没住他们家，我住他们家了吗？哎，儿子，妈跟你说啊，这个理儿啊是这么回事儿。行了，妈，我知道您什么意思了，您不就是想说
这个饭我不是送的是饭，我送的是情谊。对呀，哎，那天我在网上看了一个消息，说一女大学生编了一个段子，说的是世上只有小三儿好，当了小三儿像块宝，投入大款的怀抱，幸福享不了。好玩吧？太好玩了，还幸福享不了呢，还以为人大款傻呀？哼，他花的是青春，是时间，人家花的就是钱。哎，要不怎么说那手工的比那机器做的要贵呢？贵哪儿啊？他不就贵在这个人工上吗？是。哎呦，你给人当了小三儿，你以为你占了便宜了，其实吃了亏了。是吗？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寸光阴，对不对？你花的是什么呀？你花的是青春光阴，人大款花的是钱，嗯，对不对？青春一去不复返，光阴一去不回头，那钱呢？花完了还能赚。可我觉得当小三儿挺赚的。哎呦，哎呦，哎，建军来了，你吃午饭了？我不是跟你妈说了不用忙活吗？哦，我妈觉得那个自个儿做的还是……我都订了餐了。不，你给我姐夫订的那是病号饭。来来来来来，坐坐坐坐，建军坐坐坐坐。阿姨，你歇着吧，这一会儿我给你都扔到洗衣机里，我给你洗。哎哎哎，我这衣服要送到洗店干洗的，你就搁这儿甭管了啊。你喝点粥吧，你瞧你累那样，我去给你熬点粥啊。叫外卖吧，外卖也有粥。花儿。心就成了，房子能买就买，买不了那也没办法。好多家长为了买房子，这东挪西借的，没必要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毕竟孩子是自己的。这做母亲的，为了孩子，有什么舍不得出去的？喂，哎，你在哪儿呢？你吃了吗？啊？啊，你等一下，林姐。喂，林姐，哎，是我，哎，你过来吧，过来吧，过来吧。那个水晶胸针我都给你带过来了，特好看，来吧，来吧，啊，好，见面聊啊，哎，好，再见。花儿，嗯。我真的是为你考虑，你听我的，让建军跟你回去。哎呀，我哪管得了他呀，都得听他自己的。你让他听自己的，那就等于是让他听媳妇儿的。媳妇儿又不是你生你养的，能跟你一条心吗？你要有权有势那成了，那媳妇儿得巴结着你。如果你啥都没有，就生了一儿子，将来还得靠儿子给你养老，那，你跟媳妇的矛盾可就大了去了。哎呀，谁说不是啊？现在养个儿子多难啊！你养个儿子，不仅得巴结儿媳妇，还得巴结儿媳妇的妈。那也得看是什么儿子了。你儿子要是巴菲特，那他们就该巴结你了。真好看，真漂亮，这胸针就是你的。谢谢你，真不好意思。谢什么呀？不用谢，不用谢。不好意思。喂。啊，我是连杰。购房方他们看过了，说可以，明天签。你看你明天什么时候时间？明天呀。哟，那我也得看一看。哦，我想问您一下，是不是签合同的时候就要付定金啊？合同是这么约定的。
签订之日起付50000，然后办手续，贷款批下之前付清全部手续款。哟，我可能明天没有时间，这样吧，我再给您打电话，我们再约时间好不好？尽量还是明天吧，把你定金交了就踏实了。我再给你打电话吧。好吧，谢谢啊，我现在比较忙。你们有事儿啊？啊，有事儿你们先走吧啊。走吧走吧啊。那我们就先走。好好好，哎，叔叔您歇着。谢谢啊，跟你妈说谢谢。哎，好嘞。啊，先走吧，走吧，有事儿先走啊。哎，好，再见阿姨。怎么回事啊？啊？我走了。走了。你躺着别动，你病人。这不成不成，我这躺的我都受不了了，我得下去走走去。你这要上哪儿去走啊？楼底下不是有一花园吗？我转溜达溜达。哎，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啊，明儿咱可回家。行，那你慢点啊。走，我送你。海强。嗯。慢点啊。那你让我怎么办呀？他哭得那么可怜。哦，他哭你就给他呀？啊，你不会说没有吗？他知道我有，他知道我要买房子，那中介还是他给我介绍的呢。他不是帮他管了吗？他跟那人早就散了。不是，你说他身边的人，哪个人不比你有钱呀？他怎么不跟他们哭啊？偏偏跟你哭。你这个人，我跟你说，你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说这些还有什么用呢？我钱已经借给他了。那我现在就问你，这个房子怎么办？大不了不买了呗。不买了，你说这么清楚？你嚷嚷什么呀你？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些钱是我妈给我的。你干嘛？我多管闲事儿。沈军，嘿，你们俩怎么回事啊？刚才不是还好好的吗？你说的这个，借连结钱的这个女朋友是不是叫秋梅啊？哎，您认识啊？哦，对，您肯定认识，您不是她房东吗？对。哎呀，年轻人呐，现在在社会上想立住脚，真是不容易。那您说，那我们都是年轻人，谁容易啊？谁也不容易。那我不愿意让连结把钱借给他。不是说我小气，那朋友之间借着钱不很正常吗？我是不愿意连结，我根本就不愿意他们俩认识，不愿意他们接触。你说秋梅那个人特别自私，他要有什么事儿，我们都得帮他；我们要什么事儿，他顶多表示个同情，能帮都不带帮的。这么些年了，他身边的朋友我们一个都不认识，那是我们认识的人。他认识一溜遍。票已经确认好了，是下午5点的，改7点吧。9点。嗯。最后一班是几点？9点的。那就改9点吧。今天是我儿子生日，我得陪他吃个晚饭。行，知道了。已经给您汇过去50000了，我知道，其余的我尽快想办法。嗯，没别的事了吧？
我在上班，回头跟你说啊，挂了。恢复的挺好的，下回别那么喝了。哎呦，不敢了。等我下完单子就可以出院了。好，谢谢你啊，郭医生，这次真的麻烦你了。不客气，那我先走了，还得查房。哎，您忙您的，忙您的。哎，郭医生，哎，有空一起打高尔夫啊，海强也来。行。哎呦，哎，我说啊，你别再撮合他们俩人行不行？强扭的瓜不甜，这婚姻不是瓜。是啊，瓜都不能强扭，何况人呢？这世界上的事，要是都按照愿意来，最后保准是不愿意。那也不能都按照不愿意来吧？你少跟我抬杠。要是都按照愿意来，那谁愿意躺着这医院啊？谁不愿意天天都喝大酒泡大妞，啊，花天酒地，声色犬马呀？哎，我说，哎，咱别什么事儿都能绕到这上面来，行不行啊？我跟你说好了啊。别好了，伤疤忘了疼。这次回家，你跟我好好二家待着啊，哪儿也不许去。对，听见没有？听见了。坐吃等死。休养生息。那咱公司怎么办？谁管？你管？你要觉得我不行，咱就聘你经理呀。嘿，行，我告诉你，林海丽，就聘经理这事儿啊，你要是聘一能干的呢，他肯定就不忠心。是吧？你要聘一忠心的，他肯定就不能干。这能干不忠心的，最后是把公司干成他自个儿的了，留一烂摊子给你。忠心不能干的呢，他是忠心耿耿的把公司给你干成一烂摊子，还是留给你。哎，那咱就找一个又忠心又能干的，我就不信找不着。哎呦，哎，就跟你们女人找老公似的，你要找一个既忠诚又能干，有事业心，还会赚钱，对你呢还特浪漫，有吗？春生，我可没指望你浪漫，也没指着你赚钱，我只是想你跟我好好的、踏踏实实的过日子。哎呦，你说那日子，等咱到了养老院，再慢慢过，是吧？每天等着吃一顿现成的，吃饱了眯瞪一觉，醒了出去遛一弯，手牵着手，完了回到屋里看电视连续剧，是这日子吧？啊，怎么了？这就是把他伺候好了，又这德行了。春生，你要是不打算跟我过日子，跟我好好的过日子，你就直说。海强，你给评评理啊，你说这男人是不是得有事干？这是医院，不是法院，在这儿评理寒碜不寒碜？那行，出院，咱家走。走什么走？还没结账呢。合着你跟我吵半天，哎，一点正事儿你没干，是不是？哎，你刚刚人家公话说什么？等人下完单子才能结账呢。啊，你当这是钟点房啊？想几点走就几点走啊？得，等你们结完账，给我打电话，我出去。哎，上哪儿去啊？干什么去啊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写传真稿，等您确认了之后，我就给他发过去。嗯，好嘞，再见。我走了，有要紧事呢再给我打电话，没有急事就算了。刘总，机票改好了吗？已经改好了，9点钟呢。通知对方了没有？通知了。走了。嗯，刘总，再见。每天最少得半个小时啊！是的。哦，这样不好。啊，知道了，知道。
喂，妈，我一会儿就去银行给您汇钱。嗯，您放心吧。还有，妈，你跟爸说，让他千万不要再赌了，这是最后一次。如果再有下次，谁也帮不了他了。嗯，挂了。哎，怎么了？上班时间发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来谢罪呗。还生气呢？我错了，我发火不对，但我不是冲你啊，冲秋梅。哎，这是50000。你先拿着。你哪来这么多钱啊？我妈呗，人来的时候就带来了。她不是说她没钱吗？那得分谁要。就你妈那态度能给吗？拿着。瞧瞧你这见眼开的样子啊，还真点呀，少不了。真没事。干什么去啊？嗯，没什么，我出去转转，透透气去。哎，我也出去，我这在家也闷了一天了。啊，行，那你去吧，我不去了。这又怎么了？你去吧，我不去了。你有毛病啊你？没什么毛病啊。我就想一个人出去转转。行，那你转你的，我转我的，个人转个人的，行吗？我不去了，成吧？别哭。是啊，你别哭了，法律肯定不会冤枉好人的。